基金头为什么要梳那么平？你的话题好跳脱。等于我们俩是不是撞发型啊？哎，对耶，对。好。哦。我只能说，泽熙表现得非常好，只是头太扁。泽熙今天头为什么要梳那么平？你的话题好跳脱。因为你很喜欢在头上弄一些特殊的造型。对，因为最近头发比较长，所以怕弄起来太大个。等于我们俩是不是撞发型啊？哎，对耶，对，我同款，你们同款。我看你觉得好眼熟，又很眼熟的感觉。同款呢？记的地方是在哪边？没有啊，我都是很正常。都在你房间吗？或沙发最多是这样。沙发？可是你不是跟家人住在一起？我没有自己住，我自己住。哦，你自己住。嗯嗯。所以沙发跟房间哪一个比较好玩？偶尔餐桌。所以你现在还是喜欢年纪比你大的姐姐吗？没有，不能的，这已经快不行了。你已经够大了。我已经够大了。你这都已经长大了，你也长大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，一起打怪，不行，一起打怪。什么意思？所以如果35岁你不行哦？35岁 OK 啦，我说就不能。40也没有不行，但就是比较不会。是我想老了还是怎样？没有，因为大部分很多，所以极限就40哦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因为以前我出道的时候，40岁的女生，你会私底下你们会怎么称这些40岁的女生？很有韵味。40岁你就称韵味？对啊，美丽啊，韵味啊。人生没有说过老妹这两个字。有时候有。所以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就是眼睛睁开的时候想说，这是哪？然后一看，Who are you？ 就是一个女生在你旁边。有吧？应该有吧？有啊，小时候有。哇，这要怎么处理这种状况？好精彩！要安静的绕跑。我不会是 Who are you 啦，这个会是见过的。西，你就是演害羞，你现在就是按《爱内涵光》里面的真实的个性。哦。然后柯震东演一个比较主动的。然后你要去那个强吻他，然后他一直说你先不要这样，你先不要这样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你就是强受不了了，对，只要吻到就好。我就跟你说，当初要拒绝上来是贱货。亲一下，太快了，我好像还没有心理准备。亲一下不会怎样，没人知道。可是。好。哦，你看，我只能说泽熙表现得非常好。哇，只是头太扁。哎，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我想看谁的头比较扁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扁吗？差不多。